介绍组里头，有没有人腿的底部、脚跟啊，或是正在痛呢？好，好，您好，那您过来吧。其实足底痛哈，如果没有这一套很难医，我只能这样说，很难医。那您坐着，您鞋子脱下来让大家看一下，您袜子也脱下来好吗？这里是吗？这里都疼吗？疼一年多了。疼一年多了，那你疼一年多，你都怎么处理？他们说是足跟刺，我平常都没事，他用贴膏药。贴膏药贴这里是吧？对，贴这里也不管用。啊，那还有用过什么方法？嗯，没有，其他的没有。只有用膏药贴这里，他没有推拿了哈。没有没有。只有贴膏药。对，贴膏药。他也没有骨刺是吧？没有，我平常都没有。也没有哈。那万一如果他说有骨刺怎么办？照出来。嗯。那也没办法。那没办法，就要割了嘛。那他们现在我不割，我也是。你也不割，我是这样啊。其实之前我遇过，我在台湾看一个，已经要手术，他片子也照出来，说脚有骨刺，所以足底很痛。那骨刺会不会造成痛？不会的，举手我看一下，骨刺不会造成痛的。啊，会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啊，什么上到快下课了还举手了？我不是说关节移位，骨头绝对不会痛的。你们还是跑回来，所以我说哦，到等下课了，所有观念就回我了。我为了这个足底痛啊，付出惨痛代价，真的、啊、为这个足底痛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对这个足底痛哦是。感觉特别那个哈，感受特别深。我太太就是足底痛，她整个脚都痛。那我们在山上求活命的时候，她只要一踩，两脚只要一踩地，就痛。她痛了我也没办法，温灸哦，就是足底痛就温足底，要不然什么部位都温一温，反正就是没有效。那时候又看中医，还有说泡脚的，什么姜啊、米酒啦。然后这样去浸泡，我都买来泡，反正只要书上有写的，我都去找，泡了也没有用。啊，直到他这样，因为痛没有办法处理，就整整躺在床上两个月，那整个身体又更进一步。所以躺着那时候还没有不知道要按摩，所以躺着的时候，你即使肩颈种种，那让他的身体怎么样，进一步虚弱。所以那时候就是种种原因啊，他就是全身不断在痛，不断在考验我，我最后被一个现象把打败了。所以我知道要研究癌症，不是像市面上去找答案，全然错。我为什么现在治疗癌症相当笃定？因为全身癌症会出现的症状，我一一去抢救。啊，我太太就是给我最大的考验，她从头痛到脚，啊，为了这个足底，我看。我就静静地陪他在床边两个月，所以那种经历哈，很多人没有，啊，所以我足底痛中医研究出来，就其实原来这么一回事。其实这里的痛是这一点引起的，这一点引起的。那这一点如果严重一点，延伸一根指头这一条，如果中间痛，它是这一点痛，这一点引起的。那如果前面痛，它是由，来，你脚抬起来，是由这里上面这个骨旁的筋引起的。如果我不讲，你们绝对找不到答案，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分的，全世界没有人知道说这个点要这样找，这个才是大开关。我不管你怎么去找开关，就是只有这个点才能够直接面对这里。啊，有人泡脚泡好的，我告诉你有，他泡到这里来，那刚好这里已经松热热的，啊，你要前泡，泡久了，有时候一天泡几个小时，慢慢让热进去，他筋松了，果然被他乱泡泡好了，但他好的时候，他又以为药
药效产生作用，不是，是因为那个泡的热，你用白开水一样有效，只要把那个筋弄松了就有效。我在讲红豆袋的时候，就是最后让我体悟，我也用过各种中药，那时候还有药包，我也去尝试买来泡，也没有效，我泡的时间不够长。那我在我太太试过热盐，就是她只要太烫，因为一冰嘛，脚是冰的，一下去就马上手脚就受伤，就痛到不得了，就咚咚咚咚一直起来。那等脚那个水比较，就是温度没有那么高，才慢慢可以。啊，温度没有那么高，泡一下水又凉掉，所以常常都泡不久。所以用尽各种办法，我都失败，所以最后只有陪太太两个月，啊，身体就一下子垮得很快。所以我说，那为什么越战越败？其中很多因素，就是他身体哪里开关，哪里不舒服，一直在考验我。啊，我就被这些症状，打得头晕转向，最后去到了，那个安宁疗房，我才终于放弃我过去所学，从零开始找答案。从零开始，我不再经络，什么都不知道想，那就是我知道身体有一个大开关，我就去找那个开关。所以他这个一定是这一点，你不用怀疑。只要在脚踝啊，如果你记不得，因为他脚踝很短哈，他脚踝就是这半圈而已，大家记得。那最后这一点影响这里，这一点影响这里，那这一点呢影响这一片，所以脚踝也算是一个大开关。我这样懂了。他你看，他影响到足背来，我现在把脚都说清楚好了，其实我现在讲的好像很快哦，啊，这个我研究好多年，因为直到我太太往生，我还没有找出来。到我太太往生后，我才从很多患者不同的类型去找答案，才找出来。我为了找这个答案，找出来之后，我去听很多演讲，我看外面有没有人演讲跟我的答案一样，就都没有听过。我曾经花钱，我在南部为了听伤科的演讲，我把诊所关掉。那他一个礼每个就是一个月每一个礼拜都要去，我就去。结果他讲到足底痛，我就问他足底痛，因为他教我们几个方法，足底痛也可以针灸，针在痛点。我说我那他说他的原意就是说扎了之后，那个因为很痛。所以他原来的痛就能够缓和下来。你们有遇过这样的针吗？没有哈。那你看，你们贴药不何尝不是这样？哪里痛就哪里一样，没有更高明。其实都犯了同样的错。哦，那我也是，我温灸当时不知道也是温症。那所以我吃进骨头。那时候我就问他，因为他在讲足底痛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这个人不踢人家管，啊，我那时候心里都有答案，只是我不讲。啊，我就问他，好，你说这里用针这样可以扎，那你如果前面痛呢，你是不是用这里针扎？他就开始想了。他突然间，因为没有人会问他，他以为只有这里会痛。啊，问前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想。那他还有几个推拿的方式，哦，就是什么矫正什么骨头，他们把所有的痛都是因为骨错位，哦，就有这种言论。他骨错位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讲了老半天。那我说好，你说骨错位引起这里，那我前面呢？那又是哪个骨错位？我说从前面会不会痛？他想了一下说会。那我说那骨错位在哪里？啊，他又想了老半天，他想了老半天，我就不敢问了。我知道不能让人家下不了台，我把握这个原则，所以我从不踢馆。他问完，我就没有讲话，啊，他也就答不出来。所以我早上听完课，我中午吃顿饭，我就从北部回南部，反正我再听下去也没有我要的答案。所以我然后再找过很多书，我看看有没有人真的有办法说得这么清楚，从未有一本，包括大陆还有一本很畅销的书，他说足底痛要泡什么泡什么，我不要提了，因为他泡了一个多月泡好，然后他就说那个药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这个一按就好了。那次你泡过，连着泡了两个月，中毒也没
你一泡两个月。每天泡，一天泡三小时，一天泡三小时。一天泡三小时。啊、嗯。高点泡，那个下午泡，在一个中医那里、哦，一个暑假去，前年一个暑假泡。所以不能怪我，我帮我太太也泡，我没有泡好，原来你也没有泡好。我还吃中药啊，每天吃中药啊，连着吃还60分钟。60，哇，那你真的挺用心的。啊，疼的不能走了，一站起来嘛都不能走的，老大会的，才能慢慢走的。所以这个哈，你看他就讲出心声。其实那个痛哈，真的带给人真的很难过。那你那个痛是不是24小时？嗯，不是一阵的，不是一阵的。一站起来的时候，走的时候疼的厉害。好，那代表他的病好不好治？好，现在以这一趟，我跟各位讲，真的好治，只是因为找不对了，找不对方法。就像我刚开始在找答案，我没有方法。哦、我这个人也是错了，我太太找我就找错了、哦、那找错了之后，我说其实最怕的人就是不怕错，就是他宁愿错一辈子，很多人宁愿错一辈子，就是面子拉不下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就是因为有些医师已经很明白了，所以当你问他，他不愿意修改，所以我点一下我就走了，但是他不会去想，那永远对他没有受益。那我是已经被我太太逼到哈，我快死掉了，还有什么面子可言？自己都救不活自己太太，还有什么面子可言？所以我什么都不用，只要人家告诉我答案，我就听。他所以我对病人，我真正的老师，我说我这一辈子真正的老师，我最后想清楚是病人，也就都是他们教我，他们不断的用足底痛来告诉我答案在哪里。所以我只要有足底痛，我都很用心在做，而且全身找答案，最后才找到这一组。那你们现在听来很简单哦，这个我已经找好多年了，真的抱歉了，这个我找好多年。那一下子你们就知道，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想中医为什么会失传，也许有人找到也说不定，但是我相信哦，他会了哦，不一定会告诉我，他也不一定会告诉媳妇，可能只告诉儿子。那这样一代再下来几代大概就流失了，要不然怎么会找不到？我说这一点就很明确，那为什么前三大家会去搞这啊？你看泡的也不一定泡得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强刺激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你这一点好不好？你这样我就做给大家看。这一个老师昨天给我干了很痛，这一定是他的阿是穴，也就是他的脏，这个轻轻一碰他就很痛，而且是特别敏感的痛。我按给大家看，这个是不是痛？痛啊，这一点很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点。那好，因为严重的时候它会延伸上来，我再把延伸点，有没有啊？如果越长它越严重，好，它再延伸上来，这一点疼吗？所以它这个这一个还不算严重，这样对我的还不算严重，它只是延伸到这里，等于从这一点这里延伸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它是真正点就在这里。我再按下面你看看，这里也疼不疼？这里也疼，好，因为它痛到这里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疼到这个。它中间也疼是吧？中间在中医里这也疼。大家有听到哈？所以中间疼的话，它如果足底这里疼是这一点，那中间疼它，所以其实它已经告诉我们两个点，这一点疼就是在这里。好，我再把这一点解决，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好，就是这一点。你忍一下哈，这个绝对对你有益。好，那我再按前面这一点，这里疼不疼？不太疼。这一点管理哪里你们知道，我顺便教。这一点管理，有些人说这个骨头会凸出来，这里痛，凸出来的不会痛，很多人有这里的毛病，这里痛是找这一点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有些凸出来的就在那，这个前沿管这里片，这一片，这样大家知道了吧？那这里你不痛对不对？所以他揉这一点没有痛点，有没有？我也是大力，
我这么大力也不痛，不痛哈、哦。我觉得胃也疼，不知道。按的疼，不是像这种疼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对，好。所以有问题才会疼，你们常常会误会，我怎么都把人家按得那么疼？是他本身就疼啊，那我轻轻一碰他就疼了，那我整条痛按下来，他就是有固定的特别痛点，那个就是我说的原始痛点，这样大家了解了哈。所以好，出任何都疼，包括我这里。你这里也疼是吗？这里，一疼，这个都有感觉在长。那这里的疼，如果是这里，他我告诉各位。胸椎，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呢？他说这里疼的时候，他从连这里都会疼。你知道答案了吗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？是这里的筋伤吗？那这里跟这里有没有关系呀？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带关系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我解答？要。好，他说这里疼会通到上面来。我跟各位讲，疼的时候，有时候太疼的时候，我们因为疼，全身的筋就会绷紧。就像我们很忧虑、很悲伤、情绪起伏的时候，我们的筋会不会绷紧？会。那他原来有问题的地方，因为痛嘛，全身会绷紧。就像我昨天早上按一个，按完他就想呕吐，就是因为痛。所以他全身筋绷紧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想呕吐。那呕吐不是我造成，我只是炎，他阴已经在了，原来就有伤了。那进一步在绷紧的时候，就阴炎聚足了，所以症状现前。哦，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。那这个他疼的时候，他全身的筋有时候因为太疼，哇，那全身会绷紧。那原来这里有问题的地方怎么样？进一步在绷紧，那症状就出现，所以他那个疼就。反射下来，那这里就一直疼，这样大家能了解了吧？这就是我昨天解释针灸为什么针灸很多解释不通的原因，他没有这个概念，那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。为什么针的有些人会晕针，他是头晕，有些人呕吐，有些人呼吸急促，甚至休克死了。我也遇过这样，然后打官司的例子，台湾有。那等呼吸急促了，你还不会抢救，最后一招还不会拿出来。那最后一招就是我早上再跟各位讲，抢救一定这两个点一定要记得，我、哦、这个是最影响。那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这里而已，那只有这一点竟然把他搞那么多一年多嘛哈，两年多了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可惜。如果知道他也不要吃那么多药，就是这里揉一揉，然后再温敷，他只有一个小部位而已啊，不要吃到药吃进胃。胃到全身，那要把这里打通，全身已经都打通，所有病都医好了。等这里医好，你全身也没有病，你吃的还不够多、哦，所以这里还没有好。那我们还是要把这里揉翻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就不疼了，对不对？这里也稍微疼。我就揉你疼的地方，好，这样好了。那、啊、你说这里开始疼了，对？这个就是晕针了。推动的也像秤一样长。这就是晕针了。你晕针有在中医晕针就以为头晕、呕吐、心或呼吸急促，而、啊、我现在按它这里就绷紧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晕针了，它就是这里绷紧。那它的反射是这里，它不是反射呼吸。如果反射呼吸急促，我相信大家就知道晕针。其实这个就是晕针。那这个等一下我再帮他这里胸椎再处理，他胸椎一定有问题。好，那你现在再看看你的脚现在的感觉，再踩踩看。好，真的哈、哦，确定。好，我再帮你的小腿处理。我练这个，我们手把课再来把你完成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的小腿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就帮你处理啊、哦。我再帮你处理小腿。这边也疼，没那么厉害。好，这边我刚刚揉你那一腿是吧？这边
这个也疼，没那么厉害。哦，这边就留给他们用。因为还有手法，很多病在练习手法。我这几次的哦学员这样对练下来的经验，很多病在对练的过程中都已经好，因为你们在练习按来按去就自己按好了，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一点机会，不要全部我来包。你刚刚是我按这一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手放下来，好，好，我注意你，大概就是这里，胸椎我再帮你按一看，这里疼吗？疼哈，哦，你看哈，哦，这个就骗不了了。这里呢？那不痛。好，那你的痛点就从这里开始。啊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不太疼。这里不疼。啊，对。这里呢？这里不太疼。哦，那他的痛点也是上，这里是不是上胸椎？那刚刚早上的都是在这里，他是上来一点点，这里还是上胸椎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说百分百不会有一个人例外。我才最后才确定这个叫做延迟点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他特别痛的地方解决。好，那，啊，这一边呢？这里也疼是吗？这里也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脊椎一定要两侧都揉，你不要以为它是对侧，只要牵扯到脊椎的，你两侧都帮它揉开。那，啊，这里呢？哦，就是还是这里啊，那这里就跟早上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比较下，这里比较上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比较跟早上的位置差不多。那这里就不会了哈，所以哈，哦，那个痛点哈，哦，是有问题，它才会那么痛，不是我真的把它揉痛，我的那个力道都一样。我这样他就会疼了，是吧？他真的很疼，所以不是我揉他才造成他小腿胀，是因为他本来就有问题。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哈。这个就是我等七月要讲中医课的时候才要准备讲，因为中医很多的观念，像谈六淫之邪哈，风寒暑湿燥，我觉得就是讲的还不够透彻。那个不是那个因造成，那常常是因为病人伤已在前。哎呀，这个疼哈，啊，我轻轻的就好，你这个应该蛮久。所以他这里脚一直在指引他，那他有没有机会哪一天睡了就不起来了？有没有可能？他绝对有可能，只是还没有发作而已。但是因为他这个痛点已经记住了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有症状而已。哪一天只要绷得更紧的时候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症状出现，他可能也许心悸、胸闷小一点，如果大一点就大停电，就是跳电。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要理解他信息平常怎么告诉我们，只要那个信息跟心脏有关系的，你们最好平常就把它揉好。这是我对各位的建议，好。好，你再看看你那个小腿，轻松了，小腿轻松了哈，是哈，不痛了。